記住我的 Facebook 和我 IG 啊 ，Durian Prince Hall， 你就揾到我噶啦。大家行前啲睇啊嘛，可以行前啲嚟到我哋台前睇喎，太遠佢睇唔到噶喎。我叫我噶。 其實今日咧喺樓外方現場做嘅榴槤，聽講覺得係人生嘅第一次。喺榴槤嘅情況，同喺酒吧街咧，係嘛？有冇人聽過咧？食榴槤係唔可以飲酒噶？我有聽過啊，因為會酒係會分解咗體內面嘅一啲可以分解酒精嘅一啲物質，係咪啊？其實呃人嘅，係啦。我自己本身咧好中意榴槤 pairing， 係啦。 榴槤同酒咧少量個酒係 OK 嘅冇問題嘅，當然啦，你咪食支白撚地咁嚟懟啦，係嘛？嗱，留意下少量啊，千祈唔好咧聽到之後就即刻成支酒兑落去啊！今日你預備咗啲乜嘢嘅材料啊？嗱，首先因為呢度冇焗好啦，冇廚房啦，我就將我哋嘅好鬆軟嘅榴槤海綿蛋糕，嗱，我自己就做好咗嘅，因為時間關係。
Oh.